每年三月份到清明节的期间是赏樱的季节，南投北角山赏樱步道也将会在月底开幕。南投市长柯淑华特别来到步道勘察整修的状况。位于我们南投市永兴里这个地方呢，也正是我们在每年呢都会举办一个阴阳八卦的活动。因为在八卦山呢，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鹰群呢，特别是灰面狂鹰这种保育的鹰类都会过境，所以每一年我们都会来举办我们的一个活动啊。我们里长呢也特别来说明一下，我们在现场呢有很多的这些材质是北梯案哈，遭到这个偷窃，那特别呢是有垃圾桶，还有很多是用这些材质安置在现场的这些老鹰的一个图像，那也造成我们呢赶紧在我们的这个鹰季之前呢赶快来做一个补救。不过我们还是除了做这些补救的工作之外呢，我们也会请我们的警方包括我们地方的守望相助队来加强一个巡逻。那两个垃圾桶白梯也在那红梯啦，经过勘察，发现有真侪用白铁做的鸟仔刀，拢已经放弃啊！市长嘛现场指示公所的人员，甲社区配合做进一步的处理。咱这个赏樱步道吼，咱社区甲三山咧有来做六十几地这个鸟图甲鹰图吼，安尼最近有一挂消息吼，煞来只间头北吼，啊伫咱南平遐有17、11地吼。这边呢，这几天还有发现还有失窃去吼，虽然讲这是伫荒郊野外啦吼，啊，不过呢，咱最主要就是即个鹰仔大要提供哦游客来遮欣赏吼，啊来了解这个熟悉咱遮在地鸟啊甲鹰啊呢吼，唔希望说大家来共同来维护吼，卖安尼恶意甲咱破坏这个公共的物件呢吼，感觉安尼物件去用白鱼安尼真无好安尼。里长希望在整修完成了后，大家当发挥公德心，后来收养的民众有一个良好的收养环境。收养平台嘛，将会在3月23日开幕，欢迎大家做伙来八卦山收养。记者吴伟麦采访报道。